摇动着不断呐喊的大地，燃烧起这刹那的相遇，还不知道是怎样开始，竟是这样一个结局，才明白拥抱的已成过去。如果是错，我不要对，纵然悲伤千条罪，你的笑你的泪占据了我。如果是错，我不要对，纵然我一生后悔，你的爱你的恨煎熬着我，怎去面对。进去看看。哎，有活干了，走。好，来印证的，来喝杯大蒜盘，试试。先生，请随便看啊。小姐，我们不是买东西。不买东西啊？啊。小姐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找工作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是这里没有适合你们的工作。不会吧，我们可以帮你看铺子。是啊，扫地擦桌子甚至洗衣服干什么都行啊。干什么都行啊。是啊，我们没打算请人。哎，大牛啊，听着。这位小姐，你看这套衣服怎么样啊？是挺漂亮的。这衣服很漂亮啊，很适合你。你看你穿一定好看的，下面是西式，你喜欢的怎么样？哎，这也不错啊，看看吧。对，你看看穿在这位小姐身上特别好看。哎，找了一整天，别说三份工作，半份也找不到。当然了，不会打算盘的不行，不会英文的也不行啊。哎，还说要找轻便的工作呢，哎，说的容易。今天找不到，明天再找，明天找不到，后天再找。反正不可以因为经费不足，武馆关门。对，眼下最重要就是想办法赚钱，武馆办不下去，师傅一定很伤心。哎，不单是这样啊，到时候啊，恐怕平民百姓要自强的希望也都幻灭了，那这样就糟了。哇，哇，很英俊啊！这么伟大，干什么？走吧，黄飞鸿。去那边看看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急啊。一个呗，对，那边有很多人在排队啊，准是有人在发米。以前阿蕊做修女的时候也发过，就算是发米啊，也没心情排队了。喂，这样吧，我去看看，你们俩去排队，被人看见了，恐怕有失中华武术会的身份，我地位低微，没人认识我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排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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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是跟着他的。阿武他凡事都为武馆着想，真不枉师傅收他做徒弟。我们俩也有个好师弟了。再赚不到钱的话，武馆也保不住，还说收徒弟。哎，朋友，快点！啊？喂喂，这里不是发米，是招聘啊，请表演人才啊。他们说一无输出也没关系，够力气会杂耍就行了，酬劳还不错呢，适合我们干啊。哎，那我们去看看。走走走。还没到。哎，怎么这么久啊，不用面试了吧？哎呀，他们学洋鬼的那一套真麻烦。
就是，告诉他我们是中华武术会的人，力气大功夫好，有谁不知道？喂，不行啊，你忘了，不能让师傅知道啊，更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啊，要不然武馆就有问题了，会被人家笑话。会表演什么？不精彩，不要浪费时间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精彩？不知道多精彩啊！上面不是写着力气大就行了吗？我们不止力气大，还会有功夫呢。啊。夜总会是用来赚钱的地方，最重要有美女，客人肯花钱就行。干什么建这么多密室啊？哼，第一，请你以后叫我将军，相中这个名字不是让你随便叫。第二，这里是不是用来赚钱，是不是有建密室的必要，也不用你给意见。这个任务是天皇亲自下密函叫我负责的，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现在我才是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回来了。哦。哎，你们既要在武馆帮忙，又要出去工作，够辛苦的。你支持得住吗？哦，这些事啊，你们女人不用担心。再说，这件事也是为了师傅，为了我们，为了大家都能学到功夫，我们这做一定没错。可是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些事你就别管了，你换件衣服先回武馆吧。啊啊，对了，千万别让孩子们知道啊，他们会乱说的。知道了。啊，换衣服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刚回来啊。我帮你吧。哎呦呵，你看看，没开工啊，搬这些东西已经这么累了，正式做两份工作，不累死才怪。累死也要坚持下去，这我不怕，最不舒服是老板是东洋鬼子。喂，小声点啊，我们现在赚东洋人的钱，然后对付他们，我们训练师兄弟来对付东洋鬼子，千万不能让师傅知道，让他知道了非发脾气。哎，现在只是权宜之计，等齐先生找到资助之后那不就行了。再说男子汉大丈夫，该做就做，不要船头怕鬼船尾怕贼。来练习一下。练习练习。来，好，来练胸口碎大石。好，练习。嗯，保有人看呢。哎呀师傅回来了。辛苦了。对，阿松去哪儿了？哦，刚才花蕊找他，他们一起出去了。哦，那坐下吃饭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好，师公。你们好像很累，是不是很多师弟啊？嘿嘿，是这样的啦，好好干，可别气馁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大部分来学武的人都是为了两顿饭而来的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一两个能成大器，为民请命，保家卫国，我们再辛苦也值得。对，哎，好了，大家多喝一点啊，我给大家斟。好好好，来，我替你斟。师公啊，您多喝一杯，回乡路途很远，你会很辛苦的。啊，谢谢。话说回来，来了那么久，你们就照顾了我这么久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好，干，干。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齐先生，镇阳什么都不懂，尤其是新武馆刚起步，肯定有很多波折，有什么事多指点他。华先生太客气了。还有我孙子，更加要替我照顾他。爷爷，我不要你走啊。傻孩子，爷爷年纪大了，喜欢过乡下生活，记住，爷爷回去以后要听爸爸的话，听齐先生的话。爷爷，我答应你，听爸爸和齐先生的话，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好好。爹啊，
别说那么多了，先吃饭吧。对，你明天一早要上路。华先生，这里的事你不用太担心。来来来，齐先生，我们干。好，大家干。来来，干干。白兄啊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有没有通知各省的议事？全国的议事都知道这个讯息。杀叛国贼陈凯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各省议事马上声援我们，进行下一步计划。推翻大总统是指日可待。我不明白这次日本人为什么肯帮我们。互相利用啊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以虎谋皮是有危险，但是值得。日本人早就已经眼红法国人在中国得到了好处，这次我们要杀的是出卖我们国家投靠法国人的陈凯，因为这样我们找日本人协助，除了这个心腹大患，就正中他们的下怀了。我们和东洋人合作是兵行险着，日本人对中国是最有野心的，这次我们先礼后兵，顺便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。因为我们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对付他们。日本人派了个将军来商量夜总会合作的事，而且他马上就要进来。把信收起来。还有大家记住，每个人都有个特别的身份，小心行事。是是。这位是我们负责人白保罗，这位是永濑川将军。永濑川将军你好。你好。我们和天皇派来的特使沟通过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，希望合作愉快。那是当然，夜总会装修差不多完成了，最重要是做得干干净净，明晚可以开张了。好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人。来，小女白玫瑰，是大堂经理。这位是我们酒赛部经理小王，这位是领班阿文，还有这位是客房部服务经理小张。虽然你的脚没有受伤，但是跟我一样不可以到处走。爸爸越来越失势，想中他。我没什么盼的，只盼爸爸他好，我的孩子好。我不想看见相中在跟华大哥斗。贱人养的贱东西。怎么了？你怕我？喂，我是你老公啊，坐过来。你看你死样，哭丧着脸，滚开。好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。以前是先化的威风，现在是天助我也，抢我的东西，让我一次全把它拿回来。你本来很喜欢姓华的，现在还不是让我呼来唤去的吗？还有明明已经跑掉了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自己又跑回来了。你很喜欢他是吧？嗯。啊？你，婉婷，婉婷，是我的，终归是我的。哇哇！哇，装修的很豪华。那烟东洋鬼子花样特别多啊。哦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哦，
好。我啊好。哇，好厉害！哇，啊，厉害厉害啊，了不起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厉害啊，厉害厉害！好，哎呀，真神奇啊！怎么变的？是啊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啊，算了，你拿杯子的姿势不对，你们过来。是，要这样拿，慢慢的放下。你这样是错的。哦，酒是这样拿的，倒酒呢，手要定。啊，你们自己练习吧。哦。哎，你好，你们是来？哎，我们是来训练看看。我们正在训练，不方便参观。啊，你们是来应征的，就先到休息室坐坐吧。哦，我们走。嗯，好，好吧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是这儿好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不赖，没介绍错吧？不赖不赖，你们俩真是小偷，不问自取。尝尝嘛，什么小偷啊？就是。哎，说真的啊，东洋人有点心思啊，做出来的东西这么好吃。真的吗？好吃？是啊，他们肯学西洋的东西，赌场的灯光挺好，光这酒啊已经够讲究了，亏他们想得出来。哎，那些陪酒女郎更厉害，这么好的招呼，是男人都想来啊。这一来啊，中国人的钱呢，都让他们赚光了。喂喂，我看你们两个色迷心窍，还记得我们为什么来的？记得。不过呢，东洋人呢确实有生意头脑，好东西怕什么学呢？我们的武术馆只会教人打打杀杀，要培育他们成才啊，就让他们多见识，多动脑筋，多方面发展，贡献社会嘛。阿松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只要他们成才，人人自强不息，是啊，那就国泰民安了。对，我们找个机会找师傅和齐先生好好谈谈嘛。嗯，能帮人帮社会就行了嘛，对吧？对对呀、啊、你们该表演了，别顾着说话，把它吃。我们是来表演力气的，不是扮小丑的。我管你们表演什么呢，只要遇了别人就是小丑。来，吃，化妆，对，准备出场。嗯，这家伙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得打药呢。找份轻便工作娱乐观众，现在连自己都笑不出来喽。如果能够帮武术馆收支平衡，不用师傅操心，这点伤算点什么？不是这个问题。我们找工作可以找一份像样的，这份工作实在是……哎，常言道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呢。你神经病啊，这时候还有心情吟诗作对。嗯，啊，阿娇，嗯，你去帮武馆买米啊。哎，对了，千万别告诉师傅啊，我们替东洋人工作的事。知道了。哎，现在还得陪上爹打酒啊。就是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师傅，师傅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我们武术馆的难题已经够多了，还这么不长进。已经叫人给武馆买米去了，只是他们赚回来的钱。师傅，你千万别怪我们自作主张，自己去找工作做。师傅，我们在码头做事，如果你嫌我们丢你的脸，那么以后不去了。我没有资格怪你们。不过师傅，武术馆是大伙儿的心血，我们不希望他有事。再说了，武术馆有今天全靠你劳心劳力，现在有难了，就让我们三个出一份力好不好？就是啊，师傅。齐大哥，
华老弟，还没休息呢，又在想象中。曾几何时，我跟我儿子在这儿把酒谈心，谈国事。但是曾经陪我喝酒赏月的儿子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。哎，别说这些了，你呢？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想着你爸爸，担心徒弟，他们都很有长进呢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惭愧。我们成立这个中华武术会，目的是想多一些人练功习武，把我们华家拳传给有志之士，将来能够为社会出一份力。可现在武术馆经济有问题，还要他们赚钱回来，我这个做师父的真是没用。其实任何事都有波折，你就当作是一种考验吧。也只好这样了，我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。成立这个中华武术会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尊严重建起来。武术馆不能关门，我们要支持下去。要不是这样，你怎么知道徒弟这么听话呢？如果你不想辜负大家，就把武术馆搞好。嗯。展鹏，给你妈磕头吧。妈，展鹏的功夫越来越好，爸爸开了武馆了，心愿已经达成了，你高兴吗？还有啊，你要保佑爸爸，保佑他长命百岁，中华武术会会把中国人的功夫发扬光大。展鹏，我们收拾一下过去拜祭师老婆。嗯。爸爸，婉婷阿姨到底怎么样？她是不是死了？走吧。世家没有亲戚在省城，从来不会有人来拜祭他们，除非……展鹏，跟我来。难道是他？他真的没死？婉婷，展鹏，谢谢。婉婷，婉婷阿姨，先生，请问什么事啊？婉婷，我们找你找了很久了，还以为你和石大哥在南京已经……这位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婉婷啊。我们这位是白玫瑰小姐，刚刚从法兰西回来。婉婷，婉婷阿姨，开车！婉婷阿姨，婉婷，我刚才露出破绽了没有？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一定很冷漠，华大哥和展鹏一定很失望。国家利益当前，儿女私情不得不暂时抛开。如果你的身份被揭穿了，不但破坏了我们的事，将来可能会连累他们的。今天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，白玫瑰，你首先要集中精神完成任务。嗯。你认为那个真的是婉婷姑娘吗？她是婉婷阿姨，我肯定是。可是事发那天有人看见婉婷坐的那艘船沉到海里面去了。我一直有个直觉，就是婉婷可能还没有死，她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觉得她就是婉婷。等等，要是婉婷姑娘的话，她没必要不认我们呢。再说她大难不死回到省城，她在省城没有亲人，应该会来远怀找我们呢。我肯定那个一定是她，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去拜祭施老先生夫妇了。派人去打听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不用，他坐洋车离开的，我记得车牌号码。有车牌号码就好办了，我帮你查一查。喂，我们一会儿再商量一下，现在走吧。哎，你忘记了什么？晚上有船到，哦、要去八米。对, 对, 对, 对，哦对了，我们出去了啊。好，走。大牛，啊，把跌倒酒带去吧。
拿来干什么呀？哇，做苦力很容易腰疼的，对，要。啊，对对，有用的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先生，请，请。请各位女士、先生、各位来宾，今天是我们丽花夜总会开幕的日子，希望大家莅临。好，我们夜总会拥有最全新豪华的装修和最名贵的洋酒和最周到的服务，希望大家得到皇帝式的享受，宾至如归。首先请大家欣赏我们为各位精心策划的杂耍表演。哎，老公啊，夜总会新开张的，好像很热闹啊。是挺热闹。就是这辆车。先生，我们今天新开张，请问有没有定位子？哦，欢迎，请进。请。笑死我了！你看看啊，你比如啊，嘿，这么高啊，真棒！哎，他们有没有带保险带？哎呀，那帅了你了！哎呦，你好人呀！哎呦，怎么又是我啊？喂，你怎么搞的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，师傅来了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哎呀，走，哎呀，哎呀。啊，那不是婉婷姑娘吗？各位来宾，最精彩的节目是由小女白玫瑰带领众小姐出场，请我们的小姐向各位来宾敬酒。好好好，来了啊！小姐，小姐，真棒！真棒！玫瑰小姐，小婷，这位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就是婉婷，婉婷，跟我走。再喝一杯，不喝了。你是不是有苦衷？告诉我。放开我！婉婷，婉婷，婉婷，放手啊！哎，华师傅，当众耍流氓，大庭广众调戏姑娘。干干干！婉婷。是不是他威胁你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你啊！听见了没有？人家姓白，别做梦了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在这捣乱就关我的事。干了，干了，冠军，干干干！你怎么那么烦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都说不认识你，你是有钱人呐？你不过是穷鬼。听见了没有？死心了吧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带着走。来，我们再喝。哎，几位兄弟，放开他，喝吧，喝吧。好，放手，现在你出去。来来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婉婷姑娘？她叫白玫瑰。你不是很肯定吗？婉婷不是这样的人，
更不会跟向忠好。向忠？我查到一个夜总会是向忠操纵的，而那个女人可能是向忠身边的女人。英子已经嫁给他做妻子了，那么向忠他……齐大哥，今天晚上的事不过是表面，是不是事实还要去证实。阿牛、阿松、阿武，哦，我教你们那招冲上云霄练得怎么样了？师傅， 我们天天练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练习，还跑到夜总会里表演给别人看呢。你们做了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看看你们的脸又红又绿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问他们吧。阿松。是我们瞒着你们到夜总会去表演，是我们不对。我们只想多赚钱补贴武馆开支而已。是啊，我们怕说出来你会不同意的。你知道是日本人开的准会吗？不过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夜总会是向忠开的。早知道是那个混蛋开的，我死也不去啊。住口，以后你们到夜总会上班就不要回武馆了。反正你们在夜总会里要查什么事比较容易。到底日本人在这里开夜总会是志在赚钱还是另有目的呢？说真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就是奇怪啊，为什么那个白玫瑰会这么像施姑娘呢？是啊，她爱陪客人喝酒划拳，简直就像一个妈妈桑。啊，对了，她擦那些胭脂水粉，脸上又红又白的，还穿的，穿成那样。照你们所说，除了样子像之外，她的行动举止一点也不像。我看事情一定不这么简单。不可能的，那个一定是婉婷阿姨。那个人一定不是婉婷，婉婷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。不会的，不会像得这么厉害的嘛。展鹏，我知道你很想念婉婷阿姨。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。不是不相信你，你爸爸已经亲自去调查过，难道你还不相信你爸爸吗？展鹏，你不要不开心啊。算了，没事了，我回家去了。哎，展鹏，晚安。哎，展鹏怎么了？展鹏说啊，华大哥今天晚上看到的那个人肯定是婉婷。可能真的是婉婷。真的是他吗？要说不是，但是长得跟婉婷一模一样啊。这要说是，这现在整个人都变了，见到师傅不但不认，还打了师傅一记耳光。真的？今天晚上师傅见到白玫瑰就上去认他，想不到他不但不认，还说师傅拉着他缠着他，结果打了师傅一记耳光。哼，后来齐向忠走出来羞辱了师傅一顿。哎，师傅为了婉婷受尽了委屈。那你呢？你们三个没出手吗？哎，一来呢我们怕被向忠认出来，二来又怕师傅知道了会怪罪，所以就躲在一边不敢出来。婉婷这么喜欢华大哥，敬重他，应该不会这样对他。也许是婉婷失忆，做了白玫瑰也不知道。或者是婉婷被向忠要挟，要他做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不敢认我们呢？不会吧，你别瞎猜。一定是这样。哎，我明天去找他。你去找他？我跟婉婷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，又是同学，我去找他，他骗不了我。我把这件事弄清楚。这样也好，大家是女人，说话比较容易，你就去一趟吧。祝贺丽花夜总会今天晚上开张成功，满堂红，干杯！现在只有象征式。我请大家吃一顿丰富的，当做开业酒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先生，先生，干！我们夜总会有永濑川先生支持和照顾，生意一定会蒸蒸日上，前途无限。我敬永濑川先生一杯。好，来，
白小姐，啊，白玫瑰小姐，你今天劳苦功高啊，来，干一杯。随亮，这怎么行呢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我今天晚上喝了很多了，我看永乐川先生不会介意的吧？不介意，我不应该勉强白玫瑰小姐喝的，是我不对，我罚自己。永濑川先生真是好酒量啊！好酒量！白先生，白小姐不但貌美，而且很能干，八面玲珑。李花有白小姐这样的人才，一定客似云来，财源广进。你太夸张小女了，以后可要永濑川先生多多支持关照才行啊！这个当然，只要玫瑰在这儿，我天天来坐镇打气。不过什么呢？我到底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。天天晚上在这独自进出，怕有人说闲话。我有个提议。永濑川先生有什么好提议啊？我想公开做白小姐的护花使者。这么一来呢，方便进出，也容易引人耳目。这样做好不好呢？白小姐。永濑川先生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白小姐，你别误会。我是准备有狂风浪蝶来骚扰你的时候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替你解围，免得耽误我们的正事。好像今天晚上那个姓华的来这捣乱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。是啊，幸亏有永濑川先生解围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我们第一天晚上营业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以后呢？算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这次的任务重大，经常有风险。如果照我的提议，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沟通，你说对吗，白小姐？婉婷，我姓白，叫白玫瑰，在我心里是同一个人。永乐川先生，你弄错了。是吗？从我第一眼看见婉婷开始，我已经爱上她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她对我的印象很好，我很欣赏她。是吗？白小姐，难道你不相信？除非……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这位朋友。那太可惜了。我跟他最有缘分，而且还是天作之合。白小姐，你是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不装成很亲密的样子，有人是不会死心的，他会不停地破坏我们的事，你说对不对？白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很累，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好吗？玫瑰，你今天很累了，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。白小姐，再见。朗哥，齐相中不是好人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这个人呢，在我们来之前对他已经查得很清楚了。他这个人的确是诡计多端的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完成我们的计划，所以非巴结他不可啊。婉婷，你好像很了解他呀。他出卖朋友，利用朋友，唯利是图，连他亲生父亲也跟他脱离父子关系，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。婉婷，你要以大局为重啊，要暂时抛开以前对他的成见，跟他多配合。难道你忘了我们接受这个行动之前的誓言吗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还有，你跟华振阳也很熟吗？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我不是想干涉你私生活和感情上的事，但是你要记住你的身份和任务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的举动，同时
出了什么事，你可能会连累他们啊。朗哥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啊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我还要和总部联络，汇报今天的事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我来吩咐你，带人到丽花夜总会去，监视一切动态和所有人的行动。万一什么可疑，马上向我报告。是，知道了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任何人都不能放过。是，将军。慢着，如果只要你暗中行动，千万别得罪任何人，因为天皇的命令，一定要表现得很热心，支持他们。不吃。哎，这只是表面功夫，实际上天皇是另有打算。哦，我明白。明白就好，回去休息了。是。讨厌的女人，偏偏我心爱的女人没当我一回事，上天真会作弄人。是啊，我讨厌你，我认，我认。我娶你是有目的的，一，我要拥有整个永濑川家族；二，我要像华真阳报复。我爱的人是施婉婷，不是你。是我的人始终是我的人，谁也抢不了。站着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你不想听我说话，你不耐烦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下次我说话的时候不许走开。我去倒水给你洗澡。哎，小心有车。哎呀，怕什么啊。哎哎哎，等等。大叔，我们来找白玫瑰小姐。是白小姐约你们来的？不是，白小姐没有空见闲杂人，快走吧，别挡着门口啊。我们认识白小姐。人人都说认识白小姐，你们快来走啊。走走走。哎，走。哎，走啊，走啊。大叔，我来见白玫瑰小姐的。干什么？哎，真的。哦，进去吧。好。啊，白小姐没约她，但是约我了，我是来应征的。哎呀，您不早点说啊。进去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不能进去啊，今天见的是女人，男人不能进去。小姐，您是来应征的，坐在那边等。你是不是来了很久了？没有多久啊，刚刚到。不知道行不行？是，不知道见证。多少岁啊？24岁。嗯，那你会不会服侍客人呢？我从来没有做过。嗲一嗲总会吧。我下一位，到你了。谢谢。告诉白小姐，你今年多少岁？26岁。做过这行没有？没有啊。下一位，到你了。哎，小姐。你明天再来问吧。哦，谢谢。不行，你走吧，下一位。
你今年多少岁？23岁。出来做过事没有？我只会做饭和带孩子。小姐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家里知道你来应征干这行吗？不知道，家里不管我的，只要我有钱拿回去就行了。哦，家里有什么人？有一个抽鸦片的爸爸，还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妈妈。行了，安排他来上班。好，你跟他去吧。谢谢。婉婷。摇动着不断呐喊的大地，燃烧起这刹那的相遇，还不知道是怎样开始，竟是这样一个结局，才明白拥抱的已成过去。如果是错，我不要对，纵然悲伤千条罪，你的笑你的泪占据了我。如果是错，我不要对，纵然我一生后悔，你的爱你的恨煎熬着我，怎去面对。